是今天第一天复工，我是坐公交车来的。我们现在应该是100%都到岗，之前我们公司基本上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出勤了。组的话是80%的吧，80%都已经复工了。对，因为周边环境我觉得阳性比较多，所以我就选择戴一个防护性更好的口罩。所有的就是骑手必须戴 N95。 对，有点忙，比之前忙，增加了几十个到100的样子。对，但挺多的。一天都有多少个？一天我的话可以跑50到60之间。